想干嘛，情书已经寄到我家楼下，写个告白都说得结结巴巴，还有那些恋人的话，救命啊别折磨我啦，出门收到康乃馨一大包，你是想怎样啦，还来不及说话，心里对你已经彻底膜拜啦，大叔啊求求大叔啊，不要吧不要吧，知道啦，哎呀你说啊你说啊，你说的话就他都傻了，大叔啊爱爱大叔啊，难道久久惩罚都不会被骂，哎呀你说啊你说啊，用恋爱公式解读的话，心不会不会欧巴，想干嘛，情书已经寄到我家楼下，写个告白都说得结结巴巴，还有那些恋人的话，救命啊别折磨我啦，出门收到康乃馨一大包，你是想怎样啦，还来不及说话，心里对你已经彻底膜拜了，大叔啊求求大叔啊，不要吧不要吧，知道了，哎呀你说啊你说啊，你说的话就他都傻了，大叔啊哎哎大叔啊，难道久久惩罚都不会被骂，哎呀你说啊你说啊，用恋爱公式解读的话，心不会不会无法，大叔啊求求大叔啊，不要吧不要吧，知道了，哎呀你说啊你说啊，你说的话就他都傻了，大叔啊哎哎大叔啊，难道就路惩罚都不会被骂，哎呀你说啊你说啊，用恋爱公式解读的话，心不会不会欧巴，